为了传承原住民帕拉文化，推广传统社政运动，咱道关体育会社政委员会举办传统竞争制作演习活动，而且来结合着传统社政体验营，训练传统帕拉社政的技能，也有全国社政邀请赛，为期七个礼拜课程内容是非常的专业。为了要传承原住民帕拉文化，推广传统社政运动，主办单位邀请专业的老师教大家制作工具，包括选用适合的食材，并且进行加工和采绘，吸引全国各地民众参加。好玩啊，就也是当一种兴趣啦，因为我接触这个东西也没有说接触很久。那你有参加过射箭比赛吗？有、啊。本来是想说陪我先生来啦，啊，本来没有兴趣，但是就是来了之后啊，觉得还蛮有兴趣的，可以做自己的箭，自己的弓啊。那我们现在都有在比赛，全国原住民运动会也是明年就要在高雄举办。那我是希望说我们的传统射箭，我们就是从少年开始，国小组开始练习，然后以后转型到反曲弓。使用弓箭拍打是原住民的传统文化，制作传统弓箭的材料包括密度高的插头，啊，還有春秋性较好的竹啊，无同材料所制作出来弓箭有无同款的特色。木弓就是它的材质有大丁黄，也有大丁黄，也有硬樟木，也有七里香，哦，只要密度很高的都可以做，哦，都可以做。然后我们的竹子就是普遍的，就是刺竹。因为以前刺竹就是我们以前原住民盖古木屋都是用刺竹做的。那目前我们比赛几乎我看了，就算全国比赛都是用竹子做的弓了。那这次来学习的这几堂课的一个学习，就是让我也感受到用竹子的一些跟木头做的一些方式比较不一样。原住民朋友离开部落，前往都市工作生活。参加弓箭制作的课程，除了学习原住民帕拉文化，还有工艺技术，也让他们认识很多朋友。我是从花莲来到麦寮工作以后，才有一段时间是懵懵懂懂，后来是借助这个弓箭认识了大家。不管是阿美族啊，就不管是台湾族啊，鲁凯族。太雅族、布农族，其实大家互不相认识，因为射箭大家都相认识。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文化传承。为了要传承原住民的帕拉文化，来自台湾族的江苏柯庆林，运用加工业的专长，分享工艺技术，让更多民众来学习这项技艺。记者黄龙坤采访报道。